好，谢谢威伦。继续还要来关心的是，高雄市副市长史哲现在确定了，他要接任文化部长。那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副市长的位子就会空下来嘛？到底是会有谁接任呢？外界已经议论纷纷了。我们来听一下高雄市长陈其迈怎么说。那我想我们会做整体的考量之后，来很快的来向外界来公布。那我想一定是以高雄整体的发展来做最好的一个选择。那一向我的原则，不分党派，那用人为才。好，可以听到陈其迈其实语带保留，没有透露任何的消息。但是民进党五连霸议员郑光峰被外界点名，很可能啊会是副市长的人选。不过郑光峰马上澄清说不太可能啦，也强调了副市长的角色蛮吃重的，自己可能不太适合。另外也传出了不排除从学界去找人才，但最后人选会是谁呢？外界都在看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